超中！哎、欸，斗技我真的打不上去、欸，放我这要放一只小白上去啊！放啊！你放啊！你放看看啦、啊！白痴哦、喔，谁放了？谁抖呢？我看一下，谁抖呢？骂人家白痴哎、欸！我也要白痴哦、喔！我也要存钱哦！哇，给你抖嘞，你还嫌？你知道退款了，哦、还他钱了。对啊，我都直接讲说没有哦，钱进口袋就没有了哦。钱进口袋就吃掉了哦。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谁抖的。没关系。哇，谁抖？聊天室每个人都发钱，总会有遇到的嘛，有没有？宁可错抖一百，也不肯放过一个人。客人真的看一下、啊，我过关了，我过关了，我成功啦！同一个战局，我们在同一个战局吗？没有。哦，这东西我太久没登录，我都忘记账号密码了。到底记不记得账号密码呢？金库不碰到毒就不会响了吧？是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有人讲，照理来说应该装开之后就开始响警报了吧？雨哎呀，沉吗？沉男男，如果我在天上跳，车会不会怎么样？跳耶！完蛋，忘记密码。请选择什么密码？什么啊？哦，进来了。什么进来了？没有，就刚刚有人抖内，他抖绿阶。我现在看明细表。哦。蚊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6600。杰克的车有没有坏掉啊？什么车？暴君吗？没事，我暴君好好的。无法连接战局，杰克你在单人吗？现在这边有哈基跟雨月。GTA 现在玩收集哦，也是啦，他这么久的游戏了，该玩玩的也都差不多了。I saw on the internet you said it was all you can eat. Now, just to warn you, I can eat quite a bit. I don't want any dirty looks when I go back to the set. 降落啦、欸！你会不会开车啊？还有跌倒哦！对啊，其他人都不会还有跌倒，那个人怎么还有跌倒？真是哦，他比较宽嘛，他不会开车啊！哦，要了、哦，都要了啊！你要了？没有，不是说那个摩托邦、啊？嗯，摩托邦。摩托邦，摩
手机啊，简讯键。好好好。摩罗邦，嗯，什么摩罗邦？你看其他人就不会害我跌倒，他就害我跌倒，他又不会开车啊，哦。要了，好，最后一次，我非常最后一次，已结束，差事不能接了。啊啊，我们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没有，忘记这台车就好了。你在卖？可能刚还正在开吧。哦，有可能。你是不是在卖萌？没有，你是不是在卖萌？并没有，并没有。你不要偷偷卖萌。没有，并没有，并没有，并没有。他们会觉得你很可爱哦。嗯，没有，你要小心。觉得可爱的正在去看医生。啊，开始了。好，嗯，最后一次 ，Go Go， 跳伞要跳好。没有要跳了吧？没有跳了吧？啊，没有跳，正常的好。跳了我会怕、啊。跳了就显示，请开启幽闭恐惧症，不然来幽。毕竟地，就也够大了。那如果一开始他员工看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就要绕过去打他吗？还是就用那个表情动作，有没有？两只手放头上，然后比个五，然后走进去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云月，哦，抱歉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。哎，礼拜一打斗鸡的是一堆妖魔鬼怪、欸，那是妖魔鬼怪。跑起来，跑起来啊！你们偷跑，你们偷跑。上车了，我上车了，我成功上车了，差一点撞下去，哎，无碰撞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无碰撞，好，无碰撞，好，啊，碰撞了，我可以用电击枪哎，哦，是。定底枪，定底枪，快定底枪！太坏了，你们有够坏！太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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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远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！自己找目标啊！我电击枪可以射爆轮胎哦！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你用过电击枪了吗？我们用过喽。那他寄给你玩。好，我看看。真的，礼拜一很多人爬分，那是一堆妖魔鬼怪。真的，神经病。啊！刚刚怎么跳那么多个？三个啊，对啊，三组啊，然后每次六个啊，那最后一个你要看最后一个，它会连续闪，就是你要记住那一个。嗯、好了，可以去尿尿了，哈基没那么快。没办法，我没那么快，正常。是是是。到了，因为那个是，嗯，哪个？我看一下，来咬我啊！完了，你会不会不过啊？完了，最后一个忘了，完了，猜一下，有六次那个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算了，自己看好了，自己看自己看自己看。OK，
OK OK OK， 我的妈！跑圈会让我害怕，我也好怕，真的。他转好久哦，进来了。我手上怎么有枪啊？你看那个视线往右边了，有没有？那这次他是不是每次站位都不太一样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拿那个头上给他打掉。我打右边那一个，我打摄影机。对啊，打摄影机就好了说。轮不得打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决定。好，你们打，你们先打人好了。我打左。好。三二一。可是这样不是要走右边吗？我们上次不是走右边？嗯，你说直接走那个监控进去是不是？是啊。也是可以的。那里有个人在看哦。左边要来了。左边那会不会进来啊？他好像不会吧？我记得他在走廊上逛街的那一个。好好好。右边。我还没走到。好，我左边。好，三二一。啾。呵呵呵呵，到这边吧，到这边去吧。哎，上好不这一间，上里面吗？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哦，好。那等一下一样就是害那个嘛，楼梯不要害那个。嗯。哦，没有。哎呦。哎呦。拜托，指纹，指纹，指纹，给我指纹。哦，算了。定期要先杀掉那个人。嗯。前面那个要先打。嗯，不然就叫杰克有空去打那五十个干扰器了。嗯，在后面。可是你五十个干扰器，我们前面的骇客已经都选好了，除非要整个重来。嗯，那每次任务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你选完那个方式之后，可以再改骇客。哦。我在陪杰克玩他的手机，一起玩手机吗？玩抽卡。好了，看了。看了吗？门打开我就直接射那个人。等一下。那我等一下是先控摄影机吗？你其实可以。哎、欸，他回来了，可恶！等一下，他说下次要。他走好快哦。等他走过去了那一次吧。下一次。现在可以了吧？没掉、喔。等一下，就是这个阶段呢、啊，就是这个阶段过去这样子打。哼。所以等一下等他到回来再绕过去看这一波吧。对。我要走进去了，我要进去了。你要这样子吗？因为你再进去的话，我进去你不是直接开枪打那一个吗？对，我怕里面那个红点会看到他。那个红点，他这一波很快啊，只是他从对面来很快。先打掉我们现在前面这个嘛。对，好。好、啊、好，你从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监视器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干。啊，你不是打那个人吗？没有，走回去，再回去，再来一次，我们第二乱，花旦会不会看到他尸体啊？我就是怕他走，他没看到躺着了，那人是躺着，他搞不好身高比较高，有没有垫个脚尖？哎、欸，靠！哦，我断，可以断电，可以断电，我们可以断电。好，这想说什么？吓一跳，什么东西？啊，那个人走过来了，断电是他吗？我用的。哦，打他监视器现在没用了，射死他吧！我刚才拿错枪了，抱歉。哦，那我们好像死了，这时候还有用吗？楼梯，整楼梯，楼梯。受害有用吗？
这个时候可以害啊，还可以害、欸，啊不断电了，独立电源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人尸体是不是刚好在尴尬的位置？可能你要一直顾那个监视器吧。这样子的话，监视器，好好好。要不你直接把它射掉，把它射掉。射掉那个吧，不要吧，不要吧。射掉不要射，不要射掉太多个啊！我忘记了这个吗？啊！我控制他了，我控制他了。好了，跟我讲，我等下过去。我不知道，我刚刚在那个门口那边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他说我惊动了。总是音乐？为什么？这应该是我啦，应该是我啦。可是我动不了了，我失败了。可是啊，已经惊动了，重来吧。我卡住了。啊，拍谁啊？吓到跌倒、哦，我开门，他把他撞倒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卡住了，他卡住了，起来，卡住了，起来，起来，他脚卡住了，起来啊啊！你们走了，我啦，我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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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被卡了，是你，是你，那应该真的是你网路哎、欸，嗯，我吗？嗯，哎、欸，你刚怎么断电的啊？哦、我手机打开，然后右下角那个哦，我聊天室说下楼或出来会比较好，再断电哦。嗯，他只能断一次吗？不知道。等下还是给你害好了，刚做一个忘记位置。咚咚咚 ！Metal detectors up ahead. You'll need to find the fuse box on the side of the unit. Take it out with a stun gun and get through before it recovers. That's it. Shorted. Quickly get through. 我左边。左。你左。好走。好，三二一。哦，跌倒，小头撞，他头直接撞桌子，好痛。左边，右边，三二一。等下一样分两段嘛，先打掉第一个，然后再进去、嗯。好好好。控制太久了，控制太久会有警报吗？我们之前没有啊，没有，刚刚是我最后一次用错了。哦，嗯，刚之前从头控到尾，那个警报器也没响啊，所以不是控制太久的问题。刚刚你是指纹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是那个点点，点点，哦，那六个点我跟那个手机研究出来了，用连拍。然后再把它往回拉就好了。我都是借用记的，保险嘛，这样比较保险。嗯，是啦。开了，好。看到什么？等下，等他走过去，走过去，我先杀掉里面哪一个。没事，他转头了，他刚转头了。他看了我一下，我就送他一枪啊。哦，这还是里面那一个。我去控摄影机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就可以了。太晚了。等他又走过来，等那个人走到另外一边楼梯那里的时候，我再去控摄影机，然后就有人去杀他。然后我要进去了。这次不行，这次不行。因为摄影机会过来，摄影机会绕过来。对。这时候不行，对啊，现在可以了、欸。好，是这时候先控那个，
摄影机控了。哇，有人？有吗？有看到？我来，你刚好杀掉了。没事，他怎么看到我？走过去，摄影机控了，摄影机有事。看到？来不及，他来不及大叫。接。咦，干什么？不要推门，你要不要把那个巡逻的也打掉、啊？等一下，那边跳舞，然后再转过来看，那个门这边有个人在跳舞。只要手指伸出去算吗？等一下看到你的手指，这是什么手指？不想用手剑踢墙壁一下，然后声音超大，那个范围超大，吓死我了！要团团敲你的门吗？那个可以处理，要处理他吗？走过去啊，算了，不理他好了，不要理他，反正他不会影响到。嗯。要开了。好。就楼梯口有那个啊，摄影机。可以关灯吗？不用，他不说出来或下楼。先看啊，搞是楼上才有摄影机。人来人吗？啊！对。他死了吗？死了！我多补了一枪给他。对，我的一个手剑压下去。坚持！靠腰啊！哇，我刚才走啊，监视器在那边，好记一下，在前面，好吧，大家再来吧。好，刚才在找，我要怎么死？烦死了！我要怎么死？楼下，上面吧，都可以。楼上，嗨，你好 ，surprise 啊！哇，他枪头靠我一次没死哎。可惜，嗯，我们进步了，我们到楼梯区了。对，进步了。只要那玩游戏真的是有很拖时间，很累，明明拖时间又累，明明知道有监视器。而且如果刚刚他视线是先在旁边的话，我马上贴墙壁，他照不到我。嗯哼。Hehehe